爷变出来吧，变。爪子能把糖果抓起来。好，我们打开喽！哇哦！哇！这个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嗯。好，打开喽，可以这个扭开。可以拿掉的糖果，这样子放下来。盖好。可是没有糖果耶。不要紧，妈妈会准备。嗯。好，这个是从下面放电池的。好了，先看看啊，这里是移动，然后这里呢是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移动过去你要的位置，把这爪子移下来，把糖果夹起，放手。回原位，把糖果放开，卡子在这，打开就有糖果吃了。耶、yeah! ！要我想要有糖果机，可是糖果呢？哇！泡泡糖。你看，有男孩和女孩一起吹泡泡。哇！这泡泡糖有三种颜色，橙色、红、红色、黄色。我们打开放进去吧。好漂亮哟！漂亮酷酷酷！嗨。现在我们把它盖起来，哈哈，这是让你们努力来夹来吃了。先剪刀石头布吧，剪刀石头布，嘿，我出剪刀，剪剪剪，我先有按铲子，对，哦，他拿到两粒了。它已经滚进洞里面了，嗯，卡住了，放手。嗯，哦，总算拿到两颗，两粒，好可爱哦，嗯，什么味道？闻的味道，走，那可是橙的味道，让我玩看看哦。它不下去的。拿这个下去，那抓，弹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就在夹糖果喽，夹到了，就放手。谢谢。看宝宝来吧。好，我把它按下去。好，压下去。我把它压了下去。你看零爷爷出来吧，你求求你出来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太紧了，那糖果太紧了啊！出来了。出来。太紧了。抓！嘿啊！抓！嘿啊！宝宝好厉害耶！啊！可悲！老板！
可以了，放手了，放手了。耶、yeah, ，成功了。就是我的，是吧？好，好的。柠檬口味，柠檬口味。我们学吹泡泡。放的，放的。妈妈帮我吹。啊？你的泡泡糖我不能带了，喂。我还想再吃一粒，看没错你的。好吧，我就试试看看吧。看，爸爸的。黄色。橙色，橙色。嗯。橙色。我很喜欢橙色。好，先给 Jonas。先给 Jonas。橙色先给 Jonas。我尝试加一个红色给 Joanne。看那个爸爸。啊、好像免费赠送了一粒，这加起来就有两颗啦，拿啦啦啦啦，一个，两个，有两个红色给 Joanne。太好了，你看我有两粒。好，我要加看哦。嗯嗯，啊。一个，这里一个去，卡住了。真正挡住了。装了，装了，装了，装了。走走走，拿过来了。哎，可以。放手吧。就卡在这里哦，我就一按。你们觉得这个糖果机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又好吃又好玩，也可以两个吃掉。不可以吞的，就是糖果糖。可以吹，可是我不会吹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和分享哦，拜拜。